现在机会给你。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我只是个医生。개인정보는철저히지켜드립니다 It's a matter of one person's life. We're the doctors. 就是这双手，刚刚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성형수술때문에이혼을요구한건가요다시만나기로한거야환자가도망갔어넌손해볼게없어谢谢你陪我去韩国谢谢你那么一直守护在我身边날원한게아니었다지금나랑딜하자는거야到底发生了什么啊